近日，天后卓琳蔡依林在某音乐盛典上表演时，虽然身患重感冒，却依然状态满分。不过在表演歌曲《美杜莎》时，却出现了一点小插曲。脚踩恨天高的卓琳居然在舞台上当众摔倒，可是天后这个头衔可不是摆叫的。卓琳十分淡定，并且气息沉稳地完成了接下来的表演，仿佛完全没有受到摔倒的影响。而如此敬业的卓琳也是得到众多大 V 的力挺，称歌手没上好现场真的不必找理由。由此不由得让本老想起前不久同样在感冒状态中的天后王菲开了一场久违的演唱会，可是却不复往日的空灵，现场的效果是这样子的。随后，龚琳娜也在微博称，看了王菲的演唱会后很难过，音色丢了，气息没了，音准走了，而引发网友的广泛讨论。而此前网传高晓松力挺王菲，由此对音乐较真的龚琳娜耿直表示，不要再互相吹捧了。不过1月6号，高晓松也在微博发文称，自己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都没说过关于王菲演唱会一个字，因为没来得及看，并回击称，蹭热点我能理解，但造谣就不好了。芒果捞新闻，总而言之，在本捞眼里，这次演唱会尽管天后身体抱恙，不过大家看到了帅气的窦靖童，也算是收获呀。报道。